平时大家都喜欢用枸杞泡水喝，那你知道枸杞有哪些好处吗？现在告诉大家，每晚嚼着吃更多好处哦。欢迎分享。枸杞子性平胃肝、入肝、肾经，具有养阴补血、滋补肝肾、益精明目的功效，常用于治疗肝肾虚损、精血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、头晕、耳鸣等症，对肝肾不足、精血不能上济于目所致的眼目昏花、视力减退等症疗效尤佳。一、枸杞子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E、硒及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，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。枸杞子可对抗自由基过氧化，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，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、延长寿命。二、食用枸杞子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，其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我们养护肾脏。睡前吃5粒枸杞子，坚持半月，对肾脏有益，能够让肾脏更健康，让身体更强壮。三、枸杞子对炎细胞的生成和扩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，每晚睡前嚼5粒枸杞，能显著提高和改善老人、体弱多病者和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和生理功能。枸杞的健康搭配：一、枸杞薏米，能够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，将薏米剪出杂质，用清水淘净并控干水分，放入平底锅中，锅中不可放油，开小火翻炒烘焙薏米，直至炒出香味即可关火，放入枸杞，冲入滚烫的开水，浸泡几分钟即可饮用。二、蜂蜜枸杞子，常服延年益寿，充实正气，补气养血。枸杞子20克，蜂蜜20克，以上各种用净水冲净，入小碗加蜂蜜及适量水入蒸笼蒸20分钟。